Hello，腾讯视频 Big Bang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我觉得一个游戏能够运营10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玩家喜欢，我觉得足以去证明它的优秀。我也希望下一个10年它会更加精彩。同学嘛，当时都在玩嘛，就都在推荐，所以就一开始就玩了一下。那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不光是跟朋友一块去玩游戏，我觉得看比赛跟朋友一块也是一件非常热血、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觉得都蛮厉害的，不然大家可能不会输。对，那当然是神拿五杀。这个我们在打团的时候没有想到能够输得这么一边倒，后面就打完那波团之后，我才觉得好像是应该非常认真的去看一下当时的局势，因为之前可能觉得优势还比较大，所以就玩得比较松散。那一个团战之后，我就完全就觉得事情好像变得微妙了起来。其实我玩的还比较多一点，像中路的话，一般都有玩过嘛。比较常见的像什么，丽桑卓呀，然后辛德拉，还有男刀这些，其实都有玩过。脑中突然的灵感。